这是一个诡局。醒醒，哎，这节车厢上有不干净的东西。你说什么？车厢里发生了什么？这个人凑齐了我们八个，让我们陷入昏迷，让这列车停在了半道，还杀了一个，你还不明白吗？现在可以确定的是，你们所有人都和十年前的事件有或多或少的关系，所以请大家协助我们调查。找到下毒的没见了，凶手可能下了两次毒。老赵抽中了，你就这么不管了？如果再死一个人，谁负责？请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。出什么事了？没你事儿。我有保密义务，我凭什么告诉他？像这种药有什么特征吗？药粉呈淡黄色，变成溶液的话就看不出来了，不过会有一股奇怪的蒜臭味。你刚跟这个乘警怎么说的？该怎么说就怎么说。你都说了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他有重大嫌疑，我采访他一下。我检查的只是尸体。吴健究竟让你做了什么？我只想知道徐楠楠究竟遭遇了什么。从现在开始，这几件事和你毫无关系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都是我做的。你跟我来。每个人都会犯错，请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吧。不行。请您相信我，我不会干扰你，也不会独自行动，你叫人看着我也可以。我不能再看着他被冤枉。你已经给案件的调查造成了很多的影响，如果我让你加入之后的调查再出现任何问题，都和你脱不了干系。何警官，我提前我顶过罪，在他眼里我跟别人不一样，我能问出的线索也肯定比你多。你真的愿意帮忙？做什么都可以。记住，真正的凶手很有可能是秋红的共犯，被他包庇了。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反过来识破了他的计划，利用这个时机为自己杀人。没有成功，何警官看穿了我。你本来就不用这么做，你根本不是凶手。你可恶那些作案手法，根本不可能。你在包庇谁吗？还是想自己揽罪？你完全没有必要为自己没做的事情付出代价。那你呢？为什么要替我顶罪？
不能什么都不做。因为你伤害过的。十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肯告诉我？我想知道老赵真正的死因。我不是法医。目前你的嫌疑最小，我需要你的专业帮助。我很想帮你，但这里条件有限。如果我做出误判呢？我相信你。以这种条件，我无法做解剖。尽你所能。死亡时间是昨天的7点到8点之间。如果他不突然反抗，说不定就不会。他真勇敢。老赵干的那些事情，你之前知道吗？我调查出了那个人干的脏事儿。正是利用这一点，引他上的车。但我不敢，我不敢去想，他是不是对楠楠也做过。我不敢去。如果。过去我能像他一样反抗他爸爸的话，就什么都不会发生了。这不是你的错。如果老赵向你坦白一切，你还会杀了他吗？他本来就该死。你根本做不到。我找到了你的杀人凶器，高浓度的硫喷妥钠，你根本没用过。人是我杀的，我自己最清楚。阿姨，杀人偿命。如果你对楠楠还有一点愧疚的话，就把你刚刚对我说的楠楠死去的原委告诉所有的人，让真相大白。就带他走。
说定。怎么样？没有外伤，喉头水肿，死因是窒息。是中毒吗？未必是中毒，窒息是休克导致的。那边是他们在车上吃过的食物，你帮忙看看。这是老赵随身带来的，你看看。我怀疑死者有过敏病史。过敏？这是用于急性过敏反应的肾上腺素。过敏者及时的进行肌肉注射，可以有效的缓解组织水肿。有过敏病史的人随身携带这并不奇怪。他之所以没有察觉，很可能是因为硫喷妥钠。当他吸入药品之后，很快的进入麻醉状态，无法为自己进行肌肉注射。甚至，当他产生过敏反应之时，他已经彻底昏迷，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性命之忧。那过敏源会是什么？主要有三种：大豆制品、贝类、花生坚果。我推测应该是坚果过敏。哎，这个就算是我请大家吃的。可我不明白，他明明对干果过敏，为什么还要吃呢？你能确定他吃过吗？我一直在看资料，没有注意。怎么样了？他不能告诉我，但可以确定他是有共犯的，而且他在拼尽全力保护那个人。对了，你一直坐在老赵对面，有没有见他吃过这个？我问过他了，他回绝了。他是没吃啊，估计是不喜欢王超卖人的东西，也就是包装值点钱。不过他那大豆酒嘛还凑合。大豆酒？嗯。大豆也能酿酒吗？据说这是个新工艺，有的学生家长送过我，我喝得出来。里面确实含有大豆蛋白。怎么又问一遍啊？酒跟礼盒都是我带给经销商的，干我们这行的，每出门就得随身带着。哎，我那行李还有呢。怎么，你们感兴趣？韩家斌他们已经买了酒，
你为什么还特意把大豆酒拿出来？这有什么奇怪的？有人要喝呗。你不了解事实，就没有权利做报道。哎，怎么了这是？都好好说话呀。哎，过去的事就别提了。来来，抽支烟。我不抽烟。你们要抽的话，也出去抽。你们不走是吧？我走。我去劝劝他。干，抽根烟。好好，谢谢。真舒服啊，要是有酒就好了。哦哦，这有。哎，谢了啊。地上那个也是酒吗？哦，那瓶，那瓶是我的。上好的。最后一根了，啊！哎，你抽我的吧。好。你认识他们吗？不算认识。倒是你，像跟他们有仇似的。我是记者，得罪太多人了。记者，小姑娘家的，别学这个。出来混，什么不得学呀？你能不能有点素质？对不起。我又吵起来了！哎呦，哎呦，哎，都一个车厢里啊，都不是故意的。哎，来来，我替他赔罪啊！来喝酒，喝酒。我不喝酒。以水代酒，有水没来？来，水来了。好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以水代酒，来，我先罚一个。美酒，吴老师还有酒没？给来一瓶。哎哎哎，满足供养。谢谢。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一二三，大口啊！来来。一、二、三、这多好啊，这就对了，不错不错。老五，老九。哎，好好好，酒。
哎呀，还真高了啊！来，就是这样。后来的事情我就有点晕了。看来大侦探之前的推理有问题啊。你之前和他串通干扰调查，这笔账我还没给你算。哼，你最好配合一点。我是个记者，我有调查真相的权利。如果你这次能够改过的话，我可以考虑向上级申请配合你报道。真的？只要你说真话。现在请你回答我，你对王超到底了解有多少？当年我就没能采访到他，后来还能有什么机会？我就知道他开了他那个网站，到处找人推销，别的没什么了。那其他人呢？这么说吧，当年我见过的那些人，除了吴健，只有周兴许，没有其他人了。哎，小朋友你好。小朋友，哎，你们认识徐丹丹吗？小朋友。哎，小朋友，哎，小朋友别跑，别跑，别跑，哎，小朋友，小朋友别跑，小朋友，哎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小朋友。至于真凶吗？早都转学了。你那算什么报道？完全是捏造事实。哎，你的名字我可没有捏造。我就知道这些。各位满意了吧？他刚才说的一点用都没有。原来秋红就是借用那个机会让我把那瓶水喝完的。就算没有这件事，他也可以找到别的机会。对于杀死老赵的凶手来说也一样，他只要知道老赵对大豆过敏，而王超又随身带着大豆酒，就可以完美的接到杀人。当然，王超的嫌疑也不能被完全排除。这也有可能是一次纯粹的意外。死者刚好是对同行乘客所分享的酒过敏。我们现在没有任何一个物证可以证明这个凶手的存在。如果这只是一个意外的话，秋红为什么出来顶这个罪呢？人是我杀的，我自己最清楚。他上车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？不是为徐楠楠报仇吗？我觉得不止这么简单。他有三个目的。第一个目的是利用吐真剂知道楠楠死亡的所有前因后果，但因为他专业知识的不足，
导致土真机变质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，反而让我们产生了幻觉。第二个目的是在知道楠楠死亡之后，对他认为有罪的人进行惩罚，也就是杀死对方。但因为第一步计划并没有完成，再加上火车停驶，他被人打扰，已经没能杀死任何人。最后就是第三步，他自己也说过自己到达的是梁夏那篇报道，外界对于楠楠的错误认知是他复仇的影子，而他复仇最终目的必然是颠覆这一点。他要把自己问出的关于楠楠死亡的真相告诉外界，还自己女儿一个清白。我们一定遗漏了什么关键物证。麻烦稍等。梁夏的那篇旧报道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所有的人都以为楠楠是这么死的。十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如果你对楠楠还有一点愧疚的话，就把你刚刚对我说的楠楠死去的原委告诉所有的人，让真相大白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这么重要的东西一定还在车上。凶手会把他藏在哪里？我们一定错过了什么。那好像有什么东西。
乘客，调查已经结束，请大家安心休息。由于列车停车给大家带来的不便，我们深表歉意。明天我们会为大家准备免费早餐，到时候我会通知大家。早餐已经准备好了，请大家跟着我前往餐车准备就餐。Thank you.
上大家已经知道了，是修红让大家陷入昏迷的。秋红的真实身份不是学校的校医助手，而是徐楠楠的母亲。这位母亲和女儿分离多年，当有一天她回来的时候，发现女儿没了。除了一篇胡编的报道之外，他对女儿死亡的情况几乎是一无所知，所以他在大家喝的水、抽的烟还有吃的食品里面下了可以让大家吐真话的麻醉剂。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让当年这件事情的所有人能够说出真相，再把真相传播出去。他为了实施这个计划还特意找了个帮手，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这个帮手正是利用他的计划还有老赵大豆过敏的特殊情况先杀了人。哎，等等，大豆过敏难道说大豆酒是凶器？你诽谤！是你，我看这鼓鼓的，我还以为什么东西啊，原来是这个。这是你们谁的呀？你把数据删除了。别装了，你就是凶手，你出现在这里本身就是证据。我无意中捡了个录音笔，你就说我是凶手。这里录下我杀人了吗？你删除的是梁夏录下的你们的争吵，你杀人的证据在这儿。你为什么写那篇报道？你究竟看到了什么？你把录音笔拿近一点。我打了他，一直在打他，我就一直揍。然后他就阴了。你还做了什么？高跟鞋。刘医生，是高跟鞋。谢谢。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个贱女人，你利用我！你为什么杀他？他可能说不出口。我刚刚意识到，我记忆里被老赵伤害的徐楠楠
可能只有最后一次才是徐楠的，其他时候都是周新旭。是梁夏的报道提醒我这一点，他看到的周新雪梳着马尾辫，而我当年也是因为这个发型一直误认为他是徐楠的。何警官，是我，都是我干的，和他没有关系，不要伤害我的楠楠。他也是我的楠楠。知道，周新旭也是老赵的受害者。那个人本来就该死，他伤害了那么多的女孩子，是老天收了他。如果他用了那个药，说了真话，你就会知道，是我害死了楠楠。你怎么了？被家里骂了吗？我好害怕，他会打我，他不喜欢我，他却还是会抓我。我明白的，我明白的。你不明白的，我不也是天天被人打吗？你知道王兆他们吧？知道，难道你就不怕吗？也怕，所以躲在这里了。但是我总有一天可以摆脱他们的，我会去找我的妈妈。我妈妈可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哦，她在别的城市，她一直都在等我。你妈妈真好。你别哭了，脸都哭花了，头发也乱了。你看，这小姐好看很多了。看来王兆他们找不到我，已经走了。我也该回家了，你早点回去吧。拜拜。小雪。雪啊，妈妈今天跟小雪梳的马尾巴呀，小雪梳马尾巴可真漂亮。以后小雪来找叔叔的时候都梳马尾巴，好不好啊？好不好啊？乖。楠楠可以找妈妈。但我不行。老赵跟我说，如果你要是告诉家长，
他们就会打你，骂你。后来，每天放学以后，我都扎起马尾辫。我觉得我扎起马尾辫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。无论他怎么欺负我，我都不会受到伤害的。然后我就想，如果我找到另外一个扎马尾辫的人，是不是他就能放过我？
前，我在戒毒所遇到了一个真正对我好的人。告诉阿姨说，楠楠天天在学校被恶霸欺负，老赵同时侮辱我们两个人。我还说楠楠的死不是意外，是他每天积累起来。发现了那篇旧报的，他很愤怒，但他不相信这就是真相。他问我，他问我和楠楠的死到底有没有关系？我不能说真话，因为我害怕失去你。虐待了我三年，他不吃什么，为什么不吃我都知道。就是怎么死的？阿姨，我替你报仇这个事儿啊，我也有责任。我没有及早的察觉王超他们的行为，我也真的没想到这个事儿竟是老赵干的。不管是谁干的，你都不应该包庇他们。
但我知道是谁做的，一开始就知道。如果当年我能抓住任何一个机会，告诉任何人，他们两个就能得救。火车到站之后，所有人会移交给当地警方，接受关于整个事件的正式问询。在这列火车上，我没有权利对冷漠进行审判。我只希望你们永远都不要忘记徐楠楠。我是95244列车的乘警何贺，昨晚8点，本次列车路遇山体滑坡受阻，信号中断，期间发生了一起刑事案件，现在由我向总部报告。